할수있어썸은연기맨할건가요어네예시가썸은할에그매매그매매기운동지这台应该放哪个？叉叉龙。咁 OK， 一边请。好，唔该。喂，喂，陈生有咩搞啊？补翻之前纹身嗰只色咯。哦，好啊，你整完之后 send 张相过睇下，我想睇下。转眼间，党蒲已经27岁，佢唔再系我记忆中嘅小女孩啦。佢同我有成14年冇咩点沟通，原因都唔难估，我亦完全明白。直到近呢2-3年间。我哋先慢慢沟通起上嚟，或者大家年纪都长大了，我称唔上系咩爸爸。如果有咗机会嘅话，哪怕只属于普通朋友关系，我都系一种快乐，我都开心。佢啲性格真系越嚟越似我阿妈。你到底真系真心唔理啊，定系你唔在乎噶？你咁大个人，自己识决定噶啦。我只可以讲嘅就系我嘅仔女唔再属于我仔女。咁边个先系我爸爸？呢个就有趣啦，都系我。咁你又话你嘅仔女已经唔再系你嘅？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你哋唔再系我财产，我只系赋予你哋同哥哥嘅生命同你一切。其他嘅嘢已經唔再屬於我啦。嚇！無論你紋唔紋身、食唔食煙、拍唔拍拖，我都冇乜所謂，亦都唔妨礙你。你想講嘅，咪以做我們一個領者咯。你唔想講嘅，我唔過問，亦都唔會理。我覺得做人有顆善良心已經好夠啦。哦，咁啊，咁你几时死啊？哦，呢层啊，都应该就快噶啦，我都唔知啊，不过中文又死嘅。静静静静的，慢慢慢慢的，从我而来的。四扑街。都算是一种成就的。Yeah， 着了这件衣服吗？人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叫魂魄的？怎样可以阻止麻婆逼我饮碗麻婆汤呢？大半生都想识得下，但受创伤只识痛，但被压迫只识挨。是我的都想珍惜吗？或是更想摧毁吗？或是最终只一个噩梦？然后当初的人怎么变成？我此刻的我，回忆
太多，竟仿佛一霎。有谁谁会拥抱？有病谁会抢救？竟忽然明白，其实世界没有他，努力学会释放。还记得怎么苦笑，未结束便完了，而我想哭。内疚吗？别怕，这是我明明害怕。太阳忘了失望，在杀他是吗？当初谁来问谁在世界明白吗？地球完了盛放，用个心如碰到爸妈想笑。记得别忘了，而我想哭。快乐难以拥有，美丽难以拥有，以为是我的，偏偏一路在望。我们还会相合，大半生已到过几次爱，有几次聚散，总会越过他，让我接受几多痛。